官网的同志们，同志们听得到了吗？我杀青了，谢谢大家在这一个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然后给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，然后我也很少能够跟你们见面说话，然后大家都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真的很感动。然后现在天冷啦，大家要多注意身体，好好工作，好好学习，我永远在一起。